4月28日上午，张柏芝晒出一组美照，并配文称：“转眼间儿子已经12岁了，才发现12岁的自己一起回到童年时。”张柏芝还表示会坚持长头发的造型。照片中12岁的张柏芝全身散发着灵气，十分少女清纯。照片中张柏芝长发披肩，五官精致，样貌出众，眼神中都透露着单纯。张柏芝单手托腮，满屏幕都是少女的样子，与如今张柏芝已经39岁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27年过去了，真是岁月如梭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